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Patrick 杨浩宇，请大家关注 Soul Cosmo。我觉得是鲍曼的 DNA， 就是音乐，就是有一种摇滚的感觉，非常大胆，很开放，充满力量。很多鲍曼的衣服呢，有一种紧拔的剪裁，我觉得穿上以后就会非常的自信。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就是鲍曼2023春夏系列的西装，它应该来自于文艺复兴，上面有很多印花和拼接的小细节和元素，还有一种修身的剪裁。我觉得这些可以看到鲍曼的手工艺和历练感。就是我今天穿的 Unicorn 独角兽的运动鞋，我今天穿的是最新的印花颜色。这双鞋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游艇，那么它有一种流线型的鞋身，挺拔，非常的自信。第二个词呢就是个性，是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。第三个词就是酷基，我手机系统是德语。我有一个很老很久之前的一个梗，大家都不说了，但是我就喜欢说，就是呵呵，我很喜欢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觉得我在阴阳怪气大家，但不是，我就是喜欢说呵呵。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，那时候刚好我在泰国，回到我妈妈的家乡，我们有两只狗，我就刚好就是想拍一下。要送 Unicorn 独角兽的运动鞋，这个礼物的意义，就是我为什么买这个小礼物。我觉得每一个小礼物，不管它多贵还是它多小多大，它都应该有一种意思。如果是泰国的话，首先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很多泰国的海边，因为泰国的海边非常好看。吃饭的话，木瓜沙拉，因为我很喜欢到海边就可以吃海鲜，因为非常新鲜。还有椰子水，我觉得泰国的椰子水跟别的地方就是不一样。如果是德国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慕尼黑，我之前会吃很多那种德国的香肠，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最早我们会一起去街上的那种小店吃一个非常简单的早餐，中午的时候可以去一个展览，泰国有非常多艺术的展览，下午就是说可以去很多泰国的寺庙，对，因为在曼谷非常多，晚上就可以上一个那种船，在这个船上吃饭。最近我们录了一些春节的舞台，1月2月的时候我就很喜欢，因为那些舞台就是非常的累，但是我就很喜欢，因为那时候我和兄弟们就会一直从早上到晚上在一起，我们录完一个这个舞台就感觉非常的骄傲。以后的惊喜肯定会有，很快要到的一个小惊喜就是我们25号在苏州会有一个音乐会，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。Puder Jakob, schläfst du noch, hörst du nicht die Glocken, ding dang dong. She is the only one I see. We looking far for the sea.